對於即係日前咧，選管會要求咧，就係所謂睇選舉活動嘅時候咧，網絡世界上面都要有一個所謂公平嘅原則。咁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謬誤嚟嘅，原因咧就係傳統嘅媒體，包括大氣電波或者係呢個電視咧，係供應者主導。即是簡單嚟講，供應者即係電台電視咧，要睇咩節目咧，佢想你睇咩節目咧，佢就主宰住。但喺網絡世界咧，就係使用者主導嘅。我想睇邊段片，我就去揀，我就去睇。無論你嘅供應者點樣做咧，都係由呢一個使用者決定嘅。所以咧，去講求公平咧係不必要嘅，因為最終嘅主宰者係使用者。